大家平安。今日用真欢喜的心，甲遮个洗礼的兄弟姊妹，来到伫上帝的厝内。今天我以欢喜快乐的心，与这些要受洗的弟兄姐妹一起到父的家进来。基督教会。真侪基督徒伫基督教会一个甲其他宗教无同款的所在。身为基督徒，在教会与其他人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？就是无论你行到多位，遐拢有一支十字架。就是我们无论到哪里，都会看到一个十字架。十字架，互咱甲其他信仰的人无同款。十字架让我们分别出来，与其他信仰是不一样。犹太人嘛，敬畏这个创造天地的上帝。犹太人同样的也敬畏这个创造宇宙的主。但是咱个犹太人的信仰差差的，咱伫耶稣基督内面来拜这个上帝。但我们与他的差别是在于耶稣基督。咱个回教徒，伊嘛伫咧敬拜这个创造的上帝。回教徒同样也是在敬拜一个创造宇宙的主，但是咱个回教的信仰不同款的，是咱有这个耶稣的圣洁，因无这个。但我们与他不一样的是，我们有十字架，而他们没有。对不同款的门切入，然后你可所看到的上帝光甲启示就不同款。从不同的角度去切入，我们看到的光，看到的观点就不一样。十字架，十字架。因为你看到十字架，你想到啥？各位，你们看到十字架想到什么呢？你看到十字架，你也想到十字架顶吊一个耶稣钉伫遐。我们看到十字架，就会让我们思想到耶稣钉在那。你看到十字架，你就看想到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，为着咱，为着疼咱，伊本身就钉伫迄个所在。我们看到十字架，就想到。上帝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钉在那里为我们受苦。那你讲圣经里面有真宝贵的话。圣经上面有一句话这么说的。那个真宝贵的话，讲是圣经的缩写。这经上重要的话如同钥匙一样。约翰三章十六节。圣经哪段？神爱世人，上帝疼世间人。这个上帝疼，上帝疼世间人的疼，对耶稣基督来显明。上帝的爱从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显明出来。所以，每摆来看到十字架，你就会想到上帝的疼。所以，每当我们看见十字架，就要思想上帝的爱。看到十字架，你就想到耶稣基督替咱的罪定伫迄个所在。看到这十字架，就想到我们的罪是因为耶稣钉在那里为我们。你管咱的罪一世人，你的罪遐尼罪，要安怎处理？我们的罪孽是深重，我们如何处理呢？耶稣替咱死哩啊！耶稣为我们。所以，逐摆看到十字架，讲主啊，多谢你的疼。所以，每当我们看到十字架的时候，就要思想耶稣基督。逐摆看到十字架，你都要想着讲主，我愿意甲你同死，然后再同复活。每当我们看到十字架的时候，就要思想主啊，我与你同定死，也同复。在十字架内面，我死了。在十字架上，我死了。在十字架中间，我复活了，跟耶稣同款。在十字架上，耶稣同复。十字架变作一个亮光。十字架成为一个亮光。伊在引导我的人生。他引导我的人生。十字架变作一个盼望，十字架是一个盼望。是我伫我上软弱的时候，我看到遐有复活的主，已经为着我复活了。在我软弱之处，没有盼望之处，这个十字架就成为一个盼望。偌侪人伫惊吓的中间，通过十字架带伊出黑暗。多少人在这软弱黑暗当中，因为十字架的带领，使他的人生有盼望。十字架上帝的疼，十字架显明上帝的爱。十字架里啊，耶稣基督替我死，为我复活。十字架上显明耶稣为我死，为我活。阿摆你若看到十字架，遐是一个横的，甲一个直的。当我们看到十字架是横向跟直向的意思，
这个云的甲地的这个地的，这是咧讲到人甲上帝这条线爱如何？直向是显明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要密切连接。所以，逐摆若看到时间，拢要定心的瞧，定心的瞧，我甲上帝关系好啊无？所以，当我们看见这个直向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去思考，要记得提醒我们与神的关系是否有紧密。咱对阿公阿妈阿祖遐所留的信仰，到我这代，我甲上帝关系还阁扭掉啊？我们要常常提醒我们，从列祖那边所传承的信仰是否有密切？真侪时阵，我讲我友好是大人，但是我依所敬爱的上帝，我早就甲放散了。很多时候，我们虽然说我们孝敬父母，但是父母的信仰，我可能已经忘记了。伊个时间嘛，我想到人甲人的关系，即个横向人甲人的关系，我有维持啊无？十字架的横向也会让我提醒到我跟人之间有没有一个关，在基督里有一个关系呢？这个责任，人甲人的责任，我常常有背这个十字架来关心我受托的责任啊无？在这个关系里面，我们有没有一个？横向的连接有没有忠于神所我托付的这个横向的关系呢？所以最上帝的儿子，那个上帝关系维持好。所以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记得，我们要与他有好关系。真侪耶稣基督学生，咱常常爱跟人彼此相敬。成为他的学生的时候，我们要记得，是我们跟人之间要有个彼此的爱。在上帝出来上要紧的信息就是听这个字啊，听。在基督里最重要的信息就是爱。看到世界，咱常常听到耶稣对咱的呼召的声。看到这个十字架，就想到耶稣基督对我们。呼召的声音，耶稣常常安尼对咱讲：，既然劳苦过重担的，恁拢来就问我，我要让恁得到安息。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话语，凡劳苦担重担的，就到我的面前来，我要使他得着安息。因为每一个人都有重担。各位，我们都有重担。你不免否认这样代志。我们不用否认这件事情。人啊，你有软弱，你有软弱，你得个别我真正需要。我们都是有软弱的。我们只要向神告别我们的软弱跟我们的需要。每一个你踮伫黑暗中、惊吓中、不安中的人，耶稣逐日伫咧呼召你讲来啊，来一句话。我们每日生活在我们的软弱、我们的困难当中，但是上帝都用他的慈神爱主来呼召我们。伊要呼召你进来到伊的面前。他呼召我们到他的面前。将一切担当交给伊。将一切的重担卸给他。你卖搁家己当遐操烦，因为你真有限。我们不要再自我设限，因为我们人是有限的，把重担交给神。伊都大啊，你袂当用你的操烦，和你的问题，你就解决操烦，袂解决问题。基督徒，我们要记得，这个烦恼，自我的烦恼，我们是没有办法解决的。要到父神面前。人呐，会当因为伊的烦恼吼问题，你着解决，安尼你着规工当出来烦恼就好。如果我们可以自己解决，我们就把烦恼待在家里，就自己可以解决了。结果咱人生的经验是，你那烦恼问题那多。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，好像是我们越烦恼，烦恼是越大的。你那烦恼，你着爱去中医找精神科医生。越烦恼，甚至要找精神科的医师。连到一项事，你学会要放下，放下，放下。但是，当我们学会放下的时候呢？你的问题减少。我们的问题减少了。咱的信仰跟咱讲一句话，讲交托。我们信仰常告诉我们交托。学会要将咱的问题交托给上帝。学会将你的问题交托给上帝。时间不断地咧呼召咱讲软弱两者的人来到时间面前。十字架的意涵不断地告诉我们，将你的软弱交给神。来到伊的面前，真正学会要做一个影啊，讲爸啊，我从这个到伫耶稣的手，主耶稣，请你去替我担。学习来到他的面前，就单纯的像个孩子，跟他说。
父啊，我来到我们面前，我把我的重担软弱都交给你，请你来引导我。耶稣说，你放下了，我给你得安慰。耶稣说，得到安息。你放下了吗？我们放下吗？你孩子的问题你放下了吗？孩子的问题我们放下吗？你人生很多苦难你放下了吗？我们人生有很多的软弱苦难，我们放得下吗？很多时候你若放下去的时候，你晚上就好睡。很多时候我们如果放下的话，在夜晚我们会得着好眠的。所以今天的人生咱自己真正无外高，莫担心太多。所以在我们的，我们要知道我们人是 有限的，我们没有办法背太多的重担。是不是不断地对你讲话来到我的面前，我要你得到安慰。十字架和义还不断向我们显明说，来到我的面前，让我透过十字架得着安息。因为圣经讲，无什么痛，这世间无什么痛，比十字架顶的痛更大。圣经上面有提到这样的话，没有一个爱是能够超越十字架上的爱。因为在十字架顶，咱看到的痛，那是放舍家己的痛。因为十字架上的爱是舍己的爱，为着完成别人、救赎别人、帮助别人，我家己放舍。这样舍己的爱是为了救赎别人的灵魂而舍己的。所以基督徒，你若成做基督徒了，你会知你的人生是为别人活，不是为家己活。所以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，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人生是为人、为别人而活，不只是为自己而活。在十字架顶，耶稣为着世间人死了。在十字架上，耶稣基督为我们死。做老母的为着伊的儿子放舍性命，放舍伊家己的享受了。如同这母亲一样，为他的儿女付出。偌济查甫人伫外口奔波，每日无时间通平脚，为着啥？嘛是为着伊的母子，为着伊的家庭。多少丈夫在外面奔波劳苦，同样的也是为了他的家庭。这拢是十字架顶显明迄个舍己的痛，为着别人牺牲的痛。这都是十字架上舍己的爱。大概你若看到十字架，你要反省你家己的人生，甲这个真多基督徒了，甲这个舍己的十字架有一点啊无？同样的，当我们看到这十字架上，我们也要去思想，我们的生命是否有活出这样子的意涵？因为十字架顶在咧甲咱讲，互咱互人因为利益着福气。十字架上也同样告诉我们，别人要因我而蒙福。你都要为着别人结出好的果子来。我们要为别人得着果，生命的果子。耶稣的十字架改变真侪人的性命。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舍己，得着众人的生命。真侪宣教士为着耶稣的十字架，因受差遣来到伫台湾，改变服务台湾的性命。很多宣教士因为这十字架上的爱，他们愿意舍己来到台湾，而丰富台湾现在的样貌。听无比这个较大，这个爱是大的。因为你今仔日当做一个决定，你的人生欢喜受这个十字架影响啊无？各位，我们可以在今天的早晨做这样的决定，我们是不是愿意让这样的爱影响我们的生命？你人生的每一步，不是别人替你决定，拢是你自己决定。我们人生的每一个脚步，都是我们自己决定，不是由人来决定的。你今天华丽将你的生命，搁一摆给主吗？我们在今天早晨，愿意再将我们的生命再一次的献给神吗？是的，你也不断地在对咱讲话。神家不断地向我们说话。今天不知道对你又一次在讲话不？今天早晨有没有再一次向你说话？你看到的这条两个十字架，在我们教会里面看到有两个十字架。这两个十字架有什么不同？有何不同呢？你有看到什么不同？一个有耶稣，一个无耶稣，对不对？一个有耶稣，一个没有，是吧？
你若一个到天主教会，天主教会怪耶稣，拢是有耶稣的。如果你到天主教的话，你会看见他们的十字架上是有这样的圣像。你若伫基督教会，基督教会是会拢有耶稣。但是，我伫迄个新教，伫这个改革中的教会是会拢有耶稣。但是你在新教就没有看到这样子的圣像。唔知你对其他发现这样代志无？你有发现过吗？圣事伫天主教会是一个顶面拢有挂耶稣。为什么在天主教上面会有这个圣像呢？伫天主教会，伊伫咧强调耶稣为你受苦。因为他们强调是耶稣基督为我们受。那个受苦的耶稣今仔日为你死顶面啊！这受苦的耶稣为我们钉在那里。改革中的教会。顶天无耶稣，那改革中新教是没有的。你知迄个意义咧重要什么无？你知道它的意涵强调的重点是哪里吗？复活，复活。是的，复活。耶稣已经复活了。耶稣复活了，一个新的生命诞生了。一个新的生命诞生了。因为今仔咱伫遮，咱要享受这两项。耶稣为着咱死，为着你死。各位，我们今天在早晨，我们在这里。我们要知道，耶稣为我们而死，为我们。因为咱们伫只享受一个国外的画面，伫只嘛要来诞生。同样的，我们也要在今天早晨享受到我们的生命从新的开始。因为你得到这个信仰了，迄个水水伫只。各位，这就是我们信仰很美的地方。正做一个基督徒，咱领受这款的真特别的恩典。成为，这也是我们成为基督徒最大的恩典福分。真侪一个基督徒，咱伫咧讲耶稣为着疼我，替我死啊！成为基督徒，我们得到这耶稣为我们死的恩典。我一生的罪，软弱软弱，耶稣替我担起了。不是，我们的罪，我们的软弱，耶稣为我们承担了。是啦，我伫耶稣内面要诞生、转化一个，成做一个新的画面。同样，我们在它里面转换，并且有一个新的生命开始。通过洗礼，要表现甲主同死同复活。在这个洗礼当中，表明我们是与他同死而再次的。所以，这个是一个大世代有一种改变性命的规律啊。所以，这个十字架在历代以来是有一个改变生命的意涵。因为《罗马书》第一章保罗安尼讲，这个福音是上帝的大欢迎，为着要救赎一切相信的人。《罗马书》上的这一段话说，福音上帝的大能是为了拯救一切相信他的人。咱用华语到底来读这句好不好？预备，来，这福音是上帝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人。各一拜，来。这福音是上帝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人。那咱来，你再有一挂少年人，咱来英语一下，好不好？哎，无英语哦，来准备拜会，咱无英语，来，预备，来。It is the power of God for salvation to everyone who has faith。这是上帝的欢迎。为着救赎每一个人，都一种的人，也要对有信心的人，你信。这福音是要拯救相信的人，是你信。因为来到基督的教会内面，一个真要紧，你信嘛。各位，我们进到教会的时候，我们要思考：我们相信我们所信的吗？你的信仰内面有相信那个创造天地的上帝无？你有信这项代志无？我们的信仰里面，我们要去省思，我们有没有相信这创造宇宙的主？这世间有真多邪灵。这世间有很多的邪灵在运行。有真多黑暗的鬼力在咧束缚一个人的活命。有黑暗的势力在束缚我们人的生命。但是一个人伊若领受上帝，相信上帝。但是当人领受这个新的基督的生命。上帝就内住点伫伊的心灵的内面，上帝就内住在我们里面。上帝是光，上帝是亮光。
你的内面就无黑暗。在我们里面毫无黑暗。上帝所享受的是平安。上帝享受的是平安。你在你的内面就无操烦。在我们里面就卸掉我们的忧虑。上帝伊是无所不能的上帝。上帝是超越是无所不能的。所以你会变做伫信的人，凡事拢会。在信的凡事都能。你的人生会改变。我们的人生会改变。你已经不靠自己的话。我们不再是为着我自己而活。咱的话是上帝在我里面活。我们活是因为耶稣基督在我的里面。感谢主的恩典。感谢主，这是恩典啊。因为你不相信。各位，你们相信吗？啊，你要是这个时节，真多耶稣啊发生了后，咱到底来读罗马书第八章到十。十四节到十七节，咱到底出声来读这段经经文好吗？可以来，因为他被上帝的灵引导的，都是上帝的儿子。你们所受的不是鲁莽的心，仍旧害怕；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。因此，我们呼叫阿爸父，圣灵与我们心同证。通过这个信，我们成为他的儿女。做上帝的子有真多福气。成为上帝的儿女是有很多的恩典福。是这世间的人所无的。是超越世间所有的。咱民间有真多人，伊的子排忧饥饿挂病。我们传统的民间信仰认为，当我们的小孩子很难养的时候。咱就找就带伊去庙寺的拜拜。我们会带他去传统的庙宇祭拜他们的神。拜拜了了后，就恳求神明收我这个排斥的囝做配囝。接着我们会邀请这个神明来成为我孩子的父。干儿子。啊，你知配囝不是家己生的哦。但是要记得，这干儿子并不是亲生的。囝会当继承财产，替囝敢袂使？儿子能够继承一切，但是干儿子可以吗？会使袂？替囝会有法律上继承财产的权利无？干儿子在法律上是可以继承的吗？当然不是了。因为信耶稣了后。上帝不是认咱做客子。各位，当我们得着这个信仰的时候，我们的父，我们并不是成为他的干儿子。咱是有名有姓的上帝的子，感谢主。我们是有一个确据，是确据的身份，成为他的儿女。耶稣基督做上帝的大子。我们成耶稣基督成为他的大儿子。咱做伊的妹仔子。我们成为他的小孩子。大囝、小囝，拢会当得到上帝的福，对不对？大子、小子都一样，可以同受他的恩典。十六节，十五节、十六节，咱搁倒回来读一摆，预备，来。你们所受的不是鲁莽的心，仍旧害怕；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，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。过来。圣灵与我们心同证，我们是上帝的儿女。既是上帝，既是儿女，便是后嗣，就是上帝的后嗣，和基督同作后嗣。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，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。因为你打了后，你我咱就真做上帝囝，到世界各所在跑跑走。各位要记得，当我们成为他的儿女的时候，我们带着这样的身份，在我们生活的所在现场。耶和华我必在列主。永福教会是我们家。你有什么代志？
对生到死，你会当来荣耀教会，因为你的会在伫遮。我们的生老病死，这个教会都成为我们的帮助。请问有一日，你若有代志去找，你会当去找彰化教会、甲南台湾教会袂？会当啊袂？会啊袂？有时候，我们可以去找其他的教会，可以。会使，彰化教会有代志，你就入去；南台湾你嘛甲入去。请问有一日，你若去到美国、去到迄个瑞士、去到日本，拄着代志的时候，你会当去甲基督教会弄门吗？当我们到日本、到瑞士、到美国其他国家的时候，我们有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将向教会叩门吗？可以。会使，因为那是上帝的家，上帝的主。因为那是上帝的家。只要是你家的所在，那拢是变在你的主、你的家。只要十字架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家。呼叫判决金去二点零，你爱牧师就会替你处理所有一切。就如果我们护照丢的话，我们按念当地的教会、当地的牧者就会来帮助我。你的皮包给我们掏出去啊！你到二点零，牧师会提钱给你，我无见。如果我们皮包遗失了，那我们发出这样讯号的时候，那个牧者就会帮助我。总是要先证明讲你的皮包是真的用掏出去。但是我们要证明。皮包是真的遗失掉了吗？那是真的，真正伊对头到尾，大家人会给你帮忙，因为你是上帝的囝。若是真的的话，上帝会帮助我，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。那个道听讲阿弥陀，做上帝的皇叔，足大的福气。做上帝的儿女，福气是大的。咱伫地上，不到到伫天顶继承上帝的福报。我们是从地上一直到天上，是继承他这样子的恩典。因为你若领受这个，你若相信这个，各位，当我们相信这样的信仰，过来叫我们来邀请。我们有两个邀请。第一就是来啊，奉父子圣神的名，给你行洗礼。首先就是奉父子圣灵为我们施洗。好哩。归入耶稣基督的名，让我们归入他的名下。以耶稣基督的名，做亚先，咱就三甲做上帝的囝。在他的名下，我们成为他的学生，也成为上帝的儿女。做上帝囝儿的有份伫上帝厝内宴席。在成为上帝的儿女，我们有份来到他丰盛的宴席。三甲来收圣餐。一同守圣餐，所以今仔日这个圣餐，干那要为着你爱伫主的名来领受洗的人，平凡的人听。所以今天的圣餐，是因为我们都是神的儿女。但是三个享受伫耶稣基督厝内欢喜。因为我们在主里面，我们是一家人，同享欢喜快乐。洗礼了后的人，有一个真要紧的使命。洗礼完后的人，要记得我们有一个重要的使命。这个使命是啥？这使命是什么呢？生命要改变。生命要改变。咱倒一个来读这段的经章，好不好？预备，来。所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老人在基督内面，就成做新创造的人。古的已经过去。若有人在基督里，要记得旧事已过。古的事已经过去，你英语安怎讲？旧事已过，在英语如何说呢 ？Everything old that has passed away。你知道什么叫做 passed away 不？知道什么是 passed away 吗？什么叫做 passed away？ passed away 是死了。旧的已经死了，旧的已经死了。你在讲，阮阿祖代，阮阿祖死了。我们的列祖代死了。代买单讲 pass away， 阮阿祖 pass away， 阿祖过死去了。所以这个旧的事都爱，何以安怎死？旧的事就让它过去，让它。所以一个基督徒在咱的人生的中间有真侪歹的物件，你也让伊死，才有法当新的国话。成为基督徒，我们在我们
们的生命的过程当中，我们会有一些软弱，甚至过半，但是我们要把它 pass away， 把它过去。所以刘维，在中国，我希望你会当鼓励你的囝爱去洗礼。所以长辈，我在这里今天早晨要鼓励你，向你的儿女鼓励说，来受洗。洗礼的过程会让因常常提醒家己，我爱让唔好的代志死。因为透过这样的洗礼，会再一次提醒我们的儿女，在生命当中不好的地方或软弱的地方，就让它过去。然后一个新的画面再诞生。然后一个新的生命又再一次复活。我今仔日这个是一个亮光，引带你行头前的路。因为今天早晨十字架的亮光引导我们生命。重新来祈祷。你重新来祷告。在上帝，我满心感谢你的名。我们感谢赞美你。在耶稣基督里面，我有机会真多你的子。在耶稣基督里面，我们赞美你的儿女。现在我们要奉你的名来进行洗礼。现在我们要奉你的名来进行这样洗礼的。愿被你自己得到你自己的子之路。不啊，愿我自己得着你儿女。我来祈祷，感谢主的名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。阿门。